我不知道廖泰跟谁对看，因为廖突然来一个弄女团舌头，跑那边这样，那我就先写六怪怪的，盯着十二人，为什么他也不看看？然后那个肌肉自然反应就把舌头吐出来了，所以那个好痴呆的感觉。所以这周五晚上8点，八大综合台28频道娱乐百分百。